竹山云林社区用轻快舞蹈，希望大家可以和他们一样参与社区活动，一起动起来。竹山镇公所从2019年开始推动幸福社区小基计划，希望让镇内发展优秀社区，带领其他社区一同成长。我们的富州社区拿到了卫福部的一个金质奖，我们的延政社区拿到卫福部的银质奖，还有竹山社区的卓越奖，可见我们竹山各个社区在整个全国的一个表现是非常的一个优秀。桌上放满各式各样美劳创作，这全都是各社区长辈学习成果。今年度有富州、延政、竹山、藤壶、统头等五个母基社区来协助带领其他十个社区。我电脑社区对母对零到现在也在消化，甲这个咱的这个协力社区啊，共同来行动，这是今后的代志。我们希望说34个社区都能够全部动起来，每个角落，不管是在市都市、在市区，或者是在偏远的乡村啊，都能够过得很快乐。每个社区都非常的活跃，那就是我们的整个小基计划的一个目的。竹山镇参与幸福社区小基计划的15个社区，也联合在镇公所举办成果发表，展现整年度的发展和学习成果。这幸福小基里底，其中有20节的上课哦。和阮个社区个老人，有啊手脚并用就对哦，实在真正是一个非常好个活动，让那些社区的老人家都能有幸福感，有凝聚力，还有健康的促进活动，很多所做的东西，他们每天都很高兴，能让老人家天天这样很心情愉快。活动中，竹山镇公所也特地颁奖表扬镇内各社区志工，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，协助社区各项事务的推动。记者蔡凯南投县采访报道。